设计师不能被颜色束缚，更不能被规律锁住。你不是色盲吗？我不是瞎啊，他就是坏人。这才刚刚开始，肯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。莉亚，你完了！鸡，蝎子。啊，你不能吃辣。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动手，这人好像也没那么坏。你什么时候看上人家的？在我心里啊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。那我创业吧，哈！我们提出了突破自我的设计主题，做小众品牌。我可以做第一个入驻的品牌。哇，耀哥太不容易了！为什么要叫 Unique？ 每个人都能找到独一无二的。耶！你在我眼里是有光的。欢迎大家来到第25届海棠奖的决赛现场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让我看见了真正的世界。